吗？反正好久没来北京了吧，然后见 UNIQUE 大家一起看到的时候很感动，这个空气也好熟悉，我也小时候在北京长大，但是比之前好，嗯，比之前好了北京，因为很多厂很多工厂都搬到外面去，不在北京。真的吗？对，所以现在空气比之前好，感觉像差不多哎。你怎么被套路了？捏着对，没有没有，比以前好，对，好一点的感觉。我们像两个领导啊，可以觉得我们像两个领导。什么领导？领导，领导怎么说 ？Leader， 你的开知道开会的感觉。给周导，最近怎么样？最近挺好。啥挺好？啥挺好？啥好？我们换个话题吧。好，那综艺里面说，如果你跟。你跟我女朋友掉到水里面，我会先救谁？我说我救你。你救我？嗯。所以你先前没有女朋友。你怎么讨厌呢？你回答好好想一下、啊。如果以后的女朋友看这个节目的话，她不会看的、啊。你怎么咋办呢？不给她看。啊？不给她看。胃不上，你要上去的呀，对吧？啊你。那说话说话的时候注意一点。我也感谢你，但是呢，为什么救我？我也忘了，我当时怎么说来着的？太感动了我，谢谢。比女朋友喜欢我？那我不是 gay 啊。真的吗？我不是 gay 啊。OK。OK 啊。OK。OK。我们换个话题吧。好。Do Back 这首歌准备发到那个国家，那个一顿 Do Back， Do Back， Do Back 怎么了？笑点还是正式的。听不懂你说，我听不懂。迪拜那个啊，迪拜，迪拜。你英文，你刚刚练英文的吧？啊，好好学，好好学，哇塞！没有，迪拜，迪拜啥？迪拜，迪拜，什么迪拜？必须听见的。啊，说唱的人这样想啊？对。好嘞，我理解不了了啊。请假。我们换个话题吧。好，吃饭了没？没有，我们现在不是去吃饭吗？对，我们去吃什么？那个烤鸭儿。烤鸭不用加儿。烤鸭。没有，必须的。是吗？你住在北京过吗？啊，正在呢。火锅。他想吃我做的菜。我想吃。你想吃什么？红牛。红牛。红牛，红牛是喝的。对，啊，想喝。我想吃海鲜。我会做泡面，水煮鸡胸肉，西红柿炒鸡蛋。哦，以前没看过啊，以前没做过。对啊，我自己做嘛，自己吃。我怕给你吃完以后影响我在你心中高大的形象。我们换个话题吧。好，你觉得？最变化大的人是谁？最变化大的人，我觉得变化大的人，陈演吧。我觉得你，我爸妈也说了，轩哥，那不是那么老的感觉。嗯，我的亲哥也说了，我的朋友也说了，因为我的心很年轻。嗓子不好，尴尬，尬聊，现在这段叫做尬聊。你没有北京遇到国际友人跟他尬聊。我们换个话题吧。好。没有想跟我说的吗？想跟你说的没有。提问，提问时间。那个车上，咱们另外一辆车上坐了两个人。嗯。他们今天在直播的时候，竟然放我们的丑照。嗯嗯。你说文翰丑照平时都怎么拍的？轩哥睡觉的时候，轩哥做别的事情的时候，轩哥丑的时候。哦，而且他经常这样，他手机突然伸到你下巴底下来。啊，没一张。没有。你的也有啊，今天放上去的。因为我先拍的，是吗？啊，我轩哥一个人不知道的 UNIQUE 有一个规则，只有轩哥以外，我们是一对，这种拍照片这样的，所以您最对的，多的，对，我的各种丑照，为什么我们这样？因为他的手机背景是他自己的，所以呢，不想看。
所以放我的丑照当你的背景。嗯嗯，所以你想看啊？没有，我们想拍，然后呢我们想发微博，然后微博粉丝们，哎，只有一张这样帅气的，哎，没意思吧，啊，对吧？有很多丑照的话，啊，轩哥有这种性格啊，刚好了一些啊，谢谢，谢谢 Uni。那我很丑啊？什么丑？你丑的话，哎呦，不丑，是吗？嗯，谢谢，还可以的。我的神猪呀，这里是我呢？你当然帅，超帅。哎哎，那我怎么？你更帅。哦，这韩国女最帅。我们换个话题吧。好。哎，提出一下你，我现在，我那个，我想说，黄队长，不听，我今年冬天特别喜欢滑雪，你不是会滑吗？当然我可以，我玩了，我在韩国玩了，就加拿大了，滑板那个雪滑板，单板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两个脚对一起的那个是单板吧？现在还有那种特别快的，就这么只有这么宽，要特别快滑啊。short， 对对对，短。哦，哎，不是，啊，对，对啊，对，这边也短，然后这边也短，对，啊，对，然后。骑过吗？没有，那个不会。我刚开始练这个。那不会的，为什么讲啊？因为我看到别人滑的，我觉得很厉害啊，厉害，我觉得以后学了。我也是那样的。你会吗？不会。但你弄得好像你会一样。但是我有计划，你有计划吗？我有计划，我先把这个练好。爽。对，爽。张。说一下想念韩国的什么？你不是很久没回去了吗？对，我想念韩国的柱子。韩国的柱子。那现在呢？不满意吗？现在不太满意，好无聊。无聊，无聊。就无聊的情况是，您做的？不是，是他逼我们录的。啊，对。对，他逼着我们说。对，太坏了。对，就是他。